9.W4 10 7 9 7 32 7 10.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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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et Volga H 5 5 Real Tech Digital Output Ballet Volga H 10 4 10 dot PDF for Microsoft Server Speech Text Ballet Volga H 9 2014-05-04专辑重要文章由张明忠老师提供 http://myweb.thailand.net/周/religion-01.htm 教一字自古以来有几重意思 都是以礼仪为核心所延伸出来的。 禁书有古者昏，官阶有教。 以礼也有，在教舍酒，其他皆如出。这里浊而不愁的教，是古代嫁女、家官之礼中的一种仪节。教 的另外一重意义乃僧道设坛祈神求福的仪式。昭明文选为教诸神李太乙，随书为夜中于星辰之下，呈放九府丙尔必戊立四天皇太乙四五星列宿，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，名之为教。 自汉末道教盛行之后，教字的意义更往宗教意味靠近。从南北朝开始，历代朝廷为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大多有建教的祭仪；而到了元、明两代更为盛行。当道教通俗信仰跟随着汉人以肯在台湾生根之后， 由于闽的风俗一向信鬼好词，而早期移民于开拓之际多有因渡海、瘴疠、械斗而死的，为超度这些无主孤魂。建教的目的遂兼其神仇恩与尸鬼祭魂。种类：古代建教可分宫廷建教及百姓建教，宫廷举办的最为隆重。 由帝王举办的称罗天大教、诸侯举办的为齐天大教，其规模都极为盛大，现今已不可见。然而，台湾于1980年及1980年，分别在高雄关帝庙及台南市鹿耳门天后宫举行过名为“罗天大教”的隆重祭典。 这是极少有的例子。至于台湾民间的教祭则种类繁多，常见的有庆辰教、齐安教、王教、神明旦教、中原教、水教、火教、鹿教等等。庆辰教系庙宇落成或重修增建后庆祝完成而举行，齐安教大多固定周期举行。 分历年、三年、四年、六年、十年、12年、念年举行一次等数种，是属于教祭中最常见的类型。有时前二者合并举行，称为庆辰祈安教。王教也称王传教或温教，为了祈求王爷保佑以驱除瘟疫，在台湾南部最为普遍。 神明诞教则为神明生日时所做的祭典，通常只有一天。中原教顾名思义乃于中元节时为普渡孤魂野鬼而设教。至于水教、火教是因地方经常发生水厄或火灾，为了为罹难者祈福而设，目前已很少单独举行。 大多附属于齐安庆辰教仪式中举行。
鹿教则是为车祸丧生的冤魂所举行，规模通常也不大。打教祭典则经常以祭其天数的长短显示其规模的大小，习称几朝教，有一朝教、二朝教、三朝教、五朝教等等。五朝教以上则属格局极为盛大的教祭。早期台湾民间教典的举行都是好几年才举行一次，每次打教就要动员不少的人力、金钱及物资，所以民间往往要好几年的休养生息，才有能力举办下一次教典。建教的经费来源可分为斗灯道份与丁口钱两种。斗灯设于道场内，其名目可多达数百个，且分等级，重要的如天官手、地官手、水官手等，其中上有象征教育全体信徒的总斗灯一个。斗灯按名目的等级，由信徒认捐多寡不等的款额。丁口钱则是向祭祀圈内的信徒收取小额金钱，男称丁，女称口，而牛也算一口。传统上口钱是丁钱的一半。现在因工商社会使人口流动，人与土地的认属关系变淡，收丁口钱制度也多改为提原金或自由乐捐。教祭的程序，教祭的程序、祭仪以及相关习俗各地有别，但大体说来，要先组织临时性的教局，建教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打教的相关事宜，再者要聘请道士团负责教典所有的科仪。同一时间内也会招募各斗手，确定各坛的角头及坛主，并将各坛的工作分别交付坛主执行。其次是上书预告，目的是向玉皇大帝及天地诸神奏报建教事由等，恭请诸神届时光临建教，多在教典前两三个月举行。接着再建立法坛，法坛是道士施法和建教主祭拜的神圣场所，有主坛、内坛与副坛、外坛之别。主坛就设在主办的庙宇内，由道士们负责搭设布置祭坛。副坛通常由各区域的角头庙委办。再者，教场需树立登高，旨在对天神的旨、孤魂野鬼等名誓词的举行教祭。民间信仰中的登高一向被视为请神招鬼最重要的器物，除了没有普渡科仪的一日教，大部分的教祭法会都把树登高视为最重要的起头戏，其科仪过程非常慎重而且复杂。早在入教活动前数日甚至十数天前就要竖起灯高，其目的有二，一是邀请天上诸神前来建教及共享成果，二则招引阴间的孤魂野鬼前来共享孤食。竖灯高之后有放水灯，使含冤落水或失足落水的怨鬼可借此分享教祭。斋戒为道教表现虔诚与戒慎的行为，在建教期间，境内的善男信女都必须戒守斋素，以表达虔诚的心意，维持建教法会的圣洁，迎神降临赐福。所以封山净水科仪之后，教区境内的民众都要戒慎以待，遵守斋戒素食且禁屠戒杀生灵的规定，广义来说是禁止任何杀生的行为。
斋戒禁忌要到教祭结束后才结束。接着内坛进行道教科仪，坛外在戏台上扮仙演戏。翌日家家户户备妥身礼拜天公，谢三界酬答神恩以及祭祖。傍晚时分则要准备祭品普渡，到晚上普渡结束后开婚宴请亲友，到午夜由道士行谢灯高礼，将高杆拆除，教典才圆满结束。道教。